直到后退。我爱你。咱们说一下啊，玩瞄打的都知道，咱们把那个瞄点呢建立到皮筋上面，只是用皮筋对着目标的哪个地方。我个人是打实点，直接对着目标。有的人呢是打虚点，就是对着下边、上边或左边有一块距离。练习弹弓呢要练习双手的这个把控，是吧？双手的稳定。你要是说，如果说我个人是打实点啊，直接练习双手的稳定就可以了，就是不存在前面的搏击。如果说打虚点的话呢，你不止需要练手双手的这个稳定性，在打弹弓的肌肉区，还要去估计前面这个距离，就是说差多少哪个地方。新品皮筋啊，包个气球，这样的啊，新款的啊，荧光粉色，还要打个玉米片，漂亮，666，好了。